不波动。上回的发电不来了。你觉得我爸是讲，这个气话吗？我不是大你爸，我不是你爸，不好看。我觉得应该是气话。快点。我去关心你去。你在家？是啊，关心一下女朋友，就是在家。他好像关心我。你看你跟女朋友对多好，还要借人家东西啊？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没地啊，你女朋友那么温柔，不是啊？你跟女朋友那么温柔，对啊。好吧，他应该是睡觉了。没事，东西没有我。我也想说，我都知道什么情况。